我没给你拍照片啊。那是淡干的，那个批发1000多块钱一个。照片啊？啊，照片是的。我说那个实际的，你看的那个海参，在我这看的海参是这个淡干的。不是，你买的也是淡干的，那我还有一种，我说我卖300多的那个。